大家好，我是肉咖夫妻的白酒，今天带你们看看一百酒的一天，让你成为一百酒的一份子。OK, go。到西门町，等一下要去吃好吃的美食，八豆腰新加坡。荷包蛋两粒十元，那就来个四粒吧。你眼睛有问题，是两粒二十。一日西门町美食，吃饱了。吃饱了。天天地，好咸，好咸，好咸。超级大仙的夹娃娃机店，这样子啊，西门町饭日游，吃了个卤肉饭、荷包蛋，然后萝卜糕，就这样，就是这样。好啦，一百九的一天就这么无聊，这么废，就这样子啦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哦。